喜欢穿，喜欢穿。你们也老叫我拍，所以我就拍给你们看哦。Hello，我还以为在拍照呢，原来是在拍视频呀。现在都长胖了，都没有腰了，天天都长这么肥了。看一下晶晶今天这个咖啡色像不像咖啡色？超级爱出门的晶晶哦，扒着一个红的 ID 看起来可以，嘿嘿。为什么穿那么大？人嘛就是爱臭美，臭美臭美臭美当中。我今年都已经32岁了，很开心拥有自己的两个店，第一个店是熬冬的保健食品，第二个店是做轮毂轮创升级的。感谢我的粉丝一直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真心感谢你们。很开心拥有你们，真的是你们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。超级爱出门的李晶晶，我只是喜欢穿高跟鞋跟丝袜哦，只喜欢穿而已。我有两个店，第一个是熬冬的保健食品，第二个是做轮毂轮创，都在重庆璧山。我现在也居住在重庆璧山。在臭美当中，